球迷咧都应该非常之享受今日呢一场波噶啦。但系攻势咧都系集中喺一队嗰边啫。喂 ，Keyman， 可唔可以总结下啱先场波啊？你睇佢哋嘅节奏系点样咧？佢哋咧冇波在脚嘅时候咧唔急嘅，但一攞到个波咧就即刻啊将个波控制得好好，好快咧已经可以摆到去对手嘅心脏地带啦，唔够默契都做唔到啊！好啦，节目时间够啦，我伍家谦同我嘅拍档 Keyman 咧一齐同大家讲声晚安。